料子是厚磅数的这种斜纹布，手袖边这边它是有再多做了一个这个给大家，想说来个七分袖就好，你也可以自己做。它领角很漂亮，然后这边还帮你们做了风衣式的剪裁哦，一点都不马虎哦。好，然后这样子两片式的垂坠，自然垂坠就好，你不要去理它。从侧面转开始，有点变小裙裙的感觉咯，然后再转下去呢，就直接变裙子式的感觉给大家。其实我觉得稍微比较有个性，然后我觉得整件其实是比较宽松的，所以你看像我里面配一个稍微有点厚度的那个衣服，它是完全可以穿上去，而且它穿上去还不会显胖，就是整体感看起来非常的显瘦又显高。然后绑起来呢，我就有一个效果，就是腰会变得很细，然后还有前面这两个领片会变得非常的明显，整体感就会有一点类风衣的造型。这整件衣服的长度很适合东方女生，不论你是比较小资的还是比较高个儿，这些长度你都够。这个蓝色特别帮大家挑的非常的显白，我觉得你们也不用担心难搭，有黑裤、牛仔裤、皮裙、卡其裤其实都可以搭配上的哦。